掌声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留下你可爱的脚步来陪伴我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台上呢为你呈现新歌妙曲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个愉快的晚间。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点唱的歌曲，点唱的朋友在后头。那这首歌我已经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唱，因为好像觉得好像有点太累，我就不敢唱。可是今天因为接到圣旨，所以还是要唱。好，送上大家的一首《大海》。还好这边不是海。